如果您曾经去过日本，是否会对日本干净而又功能齐全的公厕印象深刻呢？近日，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又出现了一项新的服务，提供手机卫生纸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帮您擦拭手机上的细菌，还为旅客们提供例如如何连接 WiFi 等旅游信息。日本一项研究表明，粘附在手机上的细菌是马桶圈的5倍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还记得上次清理手机是什么时候？近日，日本一家通信公司发明了一种专门为手机使用的手机卫生纸，可用来帮你擦拭手机上的细菌。该公司还发布了一段手机卫生纸使用指导视频。手机卫生纸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拿取所需要的量，折叠后将手机整个擦拭一遍，然后再将纸投入便池冲走。此外，这种手机卫生纸上还印有欢迎来到日本的字样，连接 WiFi 的方法和一些旅游资讯。该公司表示，希望旅客们在走出厕所时能得到更多关于在日本旅行的有用信息。トイレっていう場所、ある種空港について最初に立ち寄るような場所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、実際こういったものを拭いていただきながら、日本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こう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。成田机场已在机场到达大厅的86个厕所里提供这种手机卫生纸。